到迄个五班的，嗯，拢要遐读，上无读一点钟以上。哦，嘿嘿，哦，阿姨你也有点晒啊，吓，啊安尼向前，啊咧开哦。由码头出发。好，出发，加油！好，这个是帅哥。啊？这张真帅。耶、yeah! ！好，四位嘉宾，我们包船哦。包船。安碳喇叭哦。安尼哦。好，我们包船一千啊，全部把碳喇叭。感谢嘉宾搭乘我们的电动小船，我们是由东山乡公所举办的东山之星，有百年旧河道生态之旅。你辛苦了。我们航行的这条河道，它是创建在民国19年日本昭和的时候。在民国69年之前，我们这条河道它一直都是通霄河的河道，已经有50年的历史了。民国69年之后，我们这条主河道变成了旧河道，到现在有44年的历史。所以我们航行的这一条河道一共有94年的历史。我们呢，啊，有那个什么师傅的，我们是运动中心的。啊？我们是运动中心的。有啊，伊较早就是吼、哦，咱台九线还袂迄落啦，还袂完成的时阵啊，迄当阵的交通足不方便的，拢是靠水路运输啦，吼、哦。啊，迄当船咧，咱讲的迄叫做阿波船啊，无啊，但是叫做阿波船啊，迄叫做啥？迄当船哦，咱迄当船上济船啊吼，伊咧开船台哦。拢诶，拢吼走去集散站啦，吼、哦。迄当阵咱遮是一个迄个货物集散中心啦，吼、哦。啊，迄当阵吼，就是伊就是咧载货甲载人诶啦，吼、哦。因为迄当阵咱迄个陆迄个陆地上诶交通无方便嘛，拢靠这些船吼咧载较济吼。哦生态绿洲的由来吼，是咱在民国59年哦，13年哦，咧东山湖挖出来土堆接出来吼，伊的占地面积总共有18甲米吼。18。啊，咱头前吼，就是民国56年到民国69年，捷湾起直拓宽的东山湖诸河道吼。伊咧民国59年建设变作主河道，咱这条50年历史的主河道则变作古河道的哦。外口一条就是主河道啊吼，你民国60、69年完工的，嘿，这较宽哦，因为伊有捷湾起直拓宽哦。看到的第一条桥是咱新的铁路桥吼，咧伊的外观是以旧山岛的概念去设计，啊，伊的桥墩是采用欧洲的建筑方式去建造的，较新款。第二条桥是咱旧的铁路桥，在咱新的铁路桥完成了后，铁路局把这条旧的铁路桥送予生态绿洲，今嘛变作通往生态绿洲的人行步道哦。第三条桥吼，伊就是咱台湾上长的公路——台九线顶头的淡山桥吼。这三条桥吼，有摄影师甲翕相摕去参展的摄像。回来时阵哦，你会当翕到三条桥的所在，我会甲尊崇放慢哦，各位嘉宾人好好啊，翕这三条桥。嘉宾的倒手电话，生态一周大门的入口。在广场外口吼，两只飞天独角兽，在暗时啊时阵哦，把电话拍通来是作数的哦。两只会亮，晚上会亮。
就另外一条人工河道吼，还佫有一个人工湖，中途咱会经过神秘洞窟吼。神秘洞窟吼，伊今仔吼有做加分一个吼，甲咧是马祖的南洋客人吼，迄个两年前的紫色博览会是真是珍贵，啊。两年，迄落啊，进步过去了后，就拆掉去啊。啊，真侪人坐过来看，呾做个南洋客看袂到，啊，讲足讲两句啊，即摆才拄才听到个吼。这鸭吼，这就是花鲟鸭吼，伊是咧中国甲咧缅甸、印度遐飞来迄个候鸟一种吼。啊，这各位嘉宾哦。下修行就是生态绿洲的游艇码头哈。咱三山河中本就是容易，海水啊正头的有机倒灌在咱三山河的里头哈，就是这个传艺中心甲清水公园附近一带。六月才算一月，海底哦，就是伊在三沙湖放生哦。啊，伊生伊囝，咱就叫做乌鸦鱼。乌鸦鱼伊个个性真活泼，爱叮当，常常跳起来叮当的。跳起来叮当的哦，十月八月是乌鸦鱼啦哦。乌鸦鱼伊在咱三沙湖大尾了后，就是生伊海，啊，就变做乌鱼啦哦。咱逐个拢爱食个乌鱼，吃乌鱼哦。咱头前正话就来讲，目前网络上有神秘洞窟，神秘洞窟在天然的山洞，山洞内底是佛教妈祖的八八天照之设计，山洞内底全部石头拢是佛陀留下的，是真的石头哦。哎，伊个是佛陀留下的石头。啊，尖头的蓝色的灯光就是个世界做妈祖的啦。
宝宝啊，跟你睡觉。呵呵呵呵。有啦，你看无，倒手边迄、那个，迄、那个服装顶头。有啊，顶头有。在哪里？在两只啦。迄只只一只高啦吼。你人家讲啊，恁的熊猫啊，太阿俗。我讲吼，你是看到一只高，啊，若要食熊猫啊，家己抓，家己抬吼。即马裸体一只鸡鸭吼，无一百嘛爱八十嘛吼，生理无人做挑起的啊。即马抬正经抬一只鸡鸭吼，无一百嘛爱八十啦吼。即马飞起来，迄只就是吼，咧四宝里也飞来插住吼，咧树仔顶迄只，搁飞去啊，搁飞去啊吼，迄看到迄一只五十块啦吼，我讲伊咧四宝里也飞到咱这飞偌远，你唔知无？两三万公里咧，有够远咧，迄飞到咱这飞几偌月才飞会到位吼？是讲伊一直。伊伫西伯利亚飞到日本，啊日本才到遐，吓啦吓啦，伊吓啦吓啦吓啦，伊会沿途休困，无伊敢拢免食，免食有开啦，当我飞哦。啊，讲若有你半，迄落半海，若有搁有船，伊嘛只是遐小休困。吓啦，伊若有迄个吼小岛伊就休困。啊，小岛好美哦，哎呀，头前嘛迄嘛是个，迄嘛属于遐个。对啊，伊迄嘛是叫做落花坠遐吼，你收住这吼，恁安尼有啥物事对无？恁地球就已经看到啦，恁今搁看到遮侪只花坠遐，搁看到鸟仔遐，你看看你吼，所以恁已经看全部，已经看七八百。国民嘉宾倒手边哦，这栋乌心的民宿吼，伊的名叫做呆宅吼，发呆就呆吼。呆宅在网路上小有名气哦，搁听讲伊个价钱足贵哦，有钱嘛无一定滴个着啦吼，因为是咱哦，迄豪华第一排吼，唯一一间合法的民宿哦。去迄个四四角角就看到阿呆阿呆，哈哈，哈哈，你无感觉？阿呆阿呆，嘿啊，是不是？他的四方形的啊，那只鸭鸭好多哦，所以叫呆仔。咱登山路哦，中国特色装备哦，它也是最有名的火车站的风貌。啊，十几斤啊！十几斤，嘿，安尼个就只要水库差不多啦，水库哦20几斤，哦30几斤，嘿。
咱头前马上就同阿去坐三条桥啊吼，啊，顶二甲边边去三条桥，从广桥去坐来去，你徛的效果非常的好。你徛的向边嘛特别水吼，我阿咪会甲船吼放慢吼，各位嘉宾啊好好啊去坐三条桥吼。啊，头前的嘉宾会当坐你船头遐做马道吼，啊，嘛同阿去你去你的亲戚朋友啊吼。
咱一个码头吼，遐等我甲船开较好，甲锁也较好吼，啊，咱请嘉宾就